开台吧吧吧吧八点啦！小鱼，小鱼不见了，又不见了，可是你又不见了。哎，我不见了，我又出来了，你看很厉害吧？好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要材质包，它有游戏专属的材质包，在 DC 有。有。对，记得有装它的材质包，才能看到墙上的一个真妹。真妹哪里？没有。哪里？这个，我旁边这个。在那里，在那里。我这边很正，很正。没很正，墙上好几个都是，记得装材质包才有，很正的正妹，正妹，很正呢，跟你是，你不觉得很正吗？他是跟我同样属性是不是？条纹属性是不是？斑马，我想说正，还是你要看猫咪，这边有个好诡异的猫咪，我的妈！好扭曲的猫，好像我家的猫站在鱼缸上面的样子。你家的猫长得很奇怪。我家的猫站在鱼缸上就是这样啊。橘子兵长大就是这样啊。哎呦，这个颜色，红色这里。有脸了，只剩脸了。你说从正面看，你不觉得他侧边的感觉很像很胖的身体？超胖，什么东西？老虎啊！你材质包有装吗？哦，这是脸哦，老虎！你明明就那么明显，不是我只看中间这个葫芦，这是什么？那身真的是兔人的。很明显，很明显，你还记得啦？好啦，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《陷阱大作战》。这个呢是一款两队有没有红蓝互相厮杀的游戏，但是呢我们不会直接遇到对方，只能要依靠各种陷阱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会先在一个小房间，那个是安全室，那个小房间不能待太久，因为外面呢应该会很水深火热，在后续的阶段，所以你被迫一定要出来，如果你在里面太久会受伤，好吗？那出来会有一个生存的区域，它会每回合都会给你一些箱子，那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像麦块一样就是打掉啊去制作。关键呢就在于你要在你这个房间想办法制作陷阱，等到下一回合的时候我们会彼此互换房间。对，所以新你所把这个房间弄得稀七八烂啊，或者是有各种陷阱啊，下一波对方就会来你的房间，然后他们就要在这里生存。对，好可怕。所以就是每回合就是这样子，比方说我们是蓝队嘛，我现在就是在蓝队的这个房间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那红队就在红队的房间，下一 round 红队就会到蓝队，蓝队就会到红队，对，然后再下一 round 又是彼此再继续互换，就是一直这样子的互换。那每一关呢，每一 round 它会给的会有一些资源宝箱，然后会越给越稀奇古怪，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些小小的生存，后来可能会有给怪物弹，你可以直接放怪物，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陷阱箱啊 TNT 啊，你可以去做一些各式各样的陷阱或机关。所以在座的地图制作大师应该都是翘楚。球抱大腿，所以他不杀抱他。那两个人要分开吗？那两个人分开。对，所以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这边有做一些挑的，我们第一场可以先简单一点，就是每 round 就一分钟，就很快。对，然后它每 round 之后会增加15秒，最多就是每 round 到2分钟，就是第一 round 是一分钟，第二 round 是1分15秒，第三 round 是1分半这样子。对，这是先最简单的。等我们比较懂了之后，时间可以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做更多稀奇古怪的陷阱了。好吧，好，麦克不会动，麦克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等我一下。你看到老虎，然后你就卡住了。对呀，我们先需要那个抽奖箱，抽，有10个人。感谢订阅，抽，有蜜蜂哎，蜜蜂，抽 ，click the name， 抽奖箱，有蜜蜂。然后还有很多张的地图啊，你不会走路。不会走那怎么办？要用爬的了。那个东西没关啊。我们可以啊，那个在哪里？晚一点看起来比较简单呢。哦，你那个齿轮 ，DC 的齿轮点下去。其实它地图都蛮大哎。点了。对啊，好多张。
其实战斗战好可爱，好猛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好了，有个嵌入界面，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。哦、好，对，这个是就单架。刚刚的演员看起来好棒哦，好了，只有木头。没有，它每一回合都会有一些生存箱，你就可以去获得资源。哇、嗯哦，好可爱哦！哦，感觉很刺激哦！抽奖了，抽奖喽！好像可以跳进去一样耶，抽谁抽？可不想跳。想抽奖，可恶，跳，可恶，跳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，加油！跳，跳，相信自己，Just do it，Just do it， 就有一种被弹回来的感觉。对，啊，弹远远的人。先到，你在往里面跳吗？他要先到那个中立区，先过来，哦，按照顺序抽奖。隔壁是内力嘛？哎，永远的队长，永远队长，又是我。对，蓝色，蓝色，可以，换谁？红色，红色。你羊毛拿走，不捡走。你为什么插队？你这个红色阿比明明还是繁星，你最会插哎。对啊，乱插。对不起，你插了三个人啊你不得了啊，一个人插三个人，蓝色，走开，我们蓝色，团，来，团，好，蓝色，太多，关键，蓝色，哦不，没关系，哦，还有，有吧，你是蓝色，有，哎。啊，两队各有一个地图作者哦。哎呦，这是红石口袋哦，小心哦。靠你啊！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青金石口袋哦，我们青金石口袋哦，蓝色的哦，都是蓝色的哦。嗯，再度提醒一下哦，他一开始进去会在一个小房间，那是就是安全室，那你不能在安全室太久，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出来生存，安全室待太久会受伤。好不好？那每一 round 我们这是很简单的，就每一 round 就一分钟，就会玩到彼此死掉。然后应该是一个 UHC 模式，所以就是受伤是不会回血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分房间，关键呢是死掉的时候你变观察者，你不能去对方那里看，就你还是可以跟你的队友聊天，可是你就要在你们的那个区块，对，因为毕竟要做陷阱嘛，你看了对方就不好玩了。好不好？了解。好，那就各奔东西。死掉还会复活吗？死掉不会，就是一条命。好，嗯，所以很紧张。就算交换了也不会复活喽？不会，就是看谁哪一方全员阵亡。巧克力，你那个一可以清掉吗？一，你头上有一胜，一胜的保胜。刚杀小雨啊。没有，那好像是刚测试的时候。测试的时候，我不然掉到岩浆了。自动扣一，自动扣一就好，自动扣一就好。好，那就各奔东西来开始喽。好，来，这是国外地图啊，这很明显是国外地图。那个2020，靠你了，2020，一切由你指挥。我压力很大哎。不会，压力不大啦，不大。压力不用想有什么压力，你只要想我们要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输了就怪你，就只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压力。好像也不对。来哦，走，看起来很和蔼可亲的地图。哎，这什么？两个帽子。Ready 哦，要 Ready。好，大家都要戴绿帽，大家都戴绿帽。嗯，没有戴上。原谅帽。对。要雷迪，他们有雷迪了。对，有，他们有人知道。有雷迪，雷迪，还会呛他们？有没有？还有说雷迪等他们。要 check 都要。不是 IEAD， 好像说时间那个准备时间到了。哦。哦，有些人没有 ready， 就是你们不 ready， 哦，有了，戴绿帽，戴绿帽，有，地图要准备开始啦，陷阱大对抗，有没有，就出来，应该会有箱子，前面有，哦，有，看看有什么，你先不要拿。大家都看一下，我没拿，一堆零。哇，这感觉是制药的，这是制药的制药箱，制药箱那个谁可以制药一下？我
我来酿造一些毒药吧。好，酿造师影月上场，可以酿一些回复啦。一开始这第一 round 就一分钟，我们马上要传到下一间房。水啊，有没有水啊？没有水啊？没有，你就先拿走，你先拿走，都拿走，不然等一下会变成他们的。我们会互换房间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会变成他们的。他们有水啊？所以要马上带走。那我刚刚酿造台已经放出来了、欸。哦哦，是哦，可以打掉啊。不行，空手打掉会消失。那至少让他们也不要拥有。没有，你要想，再下一让我们又回来这地图。没关系。还有五秒吗？他没有石头，怎么那个啊？晚一点，晚一点。太快了，没有，因为一开始只是先了解一下这边的石头，感觉很特别。制造机耶！哦，石头一定要在这里挖。找一下看看有没有，有新的箱子，我去看一下哦。它每一round都会有这些新的箱子，就会有那个发光。有矿洞，没错。嗯。好远哦，这个箱子。哦，这是他们。哎呦，苦力怕蛋。哦，有发射器跟苦力怕蛋。可不可以放在出生点门口？发射出来。然后先留着，每一round会越来越久。嗯嗯。好，去挖矿。应该那里面没办法放啦，那就是安全区。这就放在门口，他们一出来，他们就一被苦力怕挡住，他们没办法做事啊。我看一下，对，里面不能放，只能放在外面。放里面会直接消掉。OK， 我们还是需要有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有，现在在挖。有在挖石头了。有人在挖石头，好，石头就交给你。下面还有铁哦。有，我在挖。要不要升级工具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才光剩十秒啊，剩十秒。哦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有边界，生存区会有，安全区会有边界，就是你在里面不能待太久哦。了解，又换了，他们都感觉想要挡我们。树上有，我去拿，去拿。他弄爆了，这怎么？哎，我们酿造台被打掉了。他们的矿还没有挖完。僵尸猪人，这次是僵尸猪人。好吧，赶快挖，赶快把对矿先挖走，把两边的矿哦。那僵尸猪人，如果我们在离开之前打他们一下，打他们，我觉得可以，不错。他就粉团，你有没有死稿？他就会生气打人。没有，我给你。你后面就有了。想说赶快先把那个矿给挖走。对啊。快挖。矿应该没有在生成了吧？对不对？没有。我在挖，我刚只挖了四颗。好。尤其是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做青色陶土熔炉，我们要。你在哪里啊？可是黄金有需要干嘛吗？可以把我直接挖爆啊。你可以做金苹果。对啊。没有树。才两颗黄金而已。他没有，对，没有苹果，他没有橡树啊。嗯，才两颗黄金而已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他们也还没办法。铁有几个啊？我有21个。哇，那么多！那你先烧铁。我这里有12个。好，下一段再烧。下一个再那个。对对对，下一段。下一个再烧。青蛙。好快哦！这节奏好快啊！嗯，没有没有，是我们调快，因为想说先测试。嗯，第一场测试赛而已。他每一段时间可以调久啊。不要挖。等下我们回来到这个地图，不要走左边哦。好，哎，白痴哎，小朋友，白痴浪费时间，小心，对，有陷阱是不是？来一点，急着走进去啊！别急，对不对？都是制作陷阱。哎，燃料，觉得有点有趣啊，这个僵尸就在这嘛，我就在这烧铁。这边有僵尸的 ，OK， 下面还有铁，哎，发射器，不过它没有红石。这个真的还蛮，它应该会慢慢出现。还有水什么？我们先把铁挖走，先把铁挖走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还有吗？可以在里面没有哎，没有了。他们这边的黄金好像比较多。我们挖大一点。小雨，小雨，你赶快做那个铁镐，把那挖走。好。我捞水，哎，我捞到水了，我捞得到水。这边其实捞得到水。好，顺便把岩浆捞。捞走他们就没事。然后就捞走他们就没事。对对对，把水都捞走。你等小雨的铁烧好。好。我们现在测试最多就是一 round 两分钟，所以关键就在之后两分钟可以做多少事情。嗯，好。嗯，好的，我把他们堵起来。你们去看一下那个铁哦，这些。有。收走啊！巧克力在哪？巧克力在哪？你有做铁镐去挖了吗？我在挖黄金，我在挖黃金。好，OK。等一下。等一下我会收走，对，你等一下记得收走哈。好了，他们岩浆要堵掉吗？那我把上面岩浆拿走啊，岩浆拿走，拿走，岩浆拿走，先拿走啊，没有桶子啊，
铁、啊、有铁下面再烧，下面再烧。哇，那你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直接拿走。先收再说，先收再说，就收掉不是？好，收下了。赶快！收！这！哇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小心掉！小心掉！那这里可以，那这边先捞走。哎、欸，还把有我有铁桶，先开箱。他们有没拿走的？哈哈哈哈哈！笑他们。这次有烈焰使者，越来越猛了。可以。好了，小心岩浆哦。下面还有黄金哦，你们是把这个？哎、欸，我在想吧。给我烧走，烧走，烧走。岩浆收走，拿走。哇塞！在下面放岩浆啊！在下面放岩浆啊！对啊。这个下面放岩浆，然后如果他们摔下去就死了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没那么容易摔。没有，我们就挖大一点，挖上面啊，挖上面啊，上面直接淋下来，让它淋下，最后一秒钟放。好，然后就慢慢淋下来。没有，现在让它慢慢流啊，要淋到整片都是啊，那就把它慢慢扩散出来。这样吗？对，哦，鱼好坏坏哦，好坏，旁边下去了。岩浆留三个，岩浆留三个。等一下，你弄，我等一下。岩浆不够哎，准备把下一个岩浆给收走。这里还可以再放。咦，好坏坏哦！